王章良日前前往番路乡竹口活动中心，参加农会举办的强化农村农家生活经营能力和高龄者生活改善的计划活动，包括农会总干事李启山、社区理事长邱锦贤等乡亲来出席。王章良到会场的时阵，受到大家欢迎，气氛是真热闹。今天特别邀家政班啊咧办一挂啊响当季、实当季，包括有关于老人照顾的相关活动。啊，我想啊，番路是一个山区，番路是农产品啊特别丰富，尤其这个所在的企业啊占全国80%。啊，咱的农会嘛做用心啊，将企业做各种的啊加工品，啊实际上在全国的知名度也非常高。大家上印象上深的大概就是啊，咱的啊企业内底包冰淇淋哈。啊，在夏天呢，可以说是非常啊降暑。那两个啊不同风味的东西加在一起啊，非常的合味哈。啊，当然啊，在啊农村啊，我们希望以后啊未来的整个农产品跟整个通路啊可以做嫁接啊，所以以后我们的生产地啊，给咱的农会应该跟我们的通路商由县政府经常来办一些见面会，爱当介绍，也当提关，也当稳定农民的生活。王章良讲。未来应该要把农村的农产品、甲生产地、农会、通路商来串联，让生产者会当了解市场的需求，提供优质的农特产品，提升绩效，稳定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